所有的事正如魔镜的预言一样发展。接着下一句是，怒心赤莲陈九弯，雷绕黑龙斗五言。为了应那命中注定的劫，黑龙该登场了。五四三二一，哎，昆仑的分机第九弯号果然在五岩山出现了，冲光大人实在太准了。大人，等等我。体检室应该就是这了吧？别碰。江鱼，啊，差点完蛋。李小渣，这是最最最麻烦，绝不能进得进去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可怕的双马尾怪物的家。双马尾怪物，别听了，他不在。不过只要还在风神小队，你总会见到他。过来检查。啊？哎，真的吗？对，随着风神纪目觉醒，你的能量起码是之前的两倍。好耶！只是，我就知道，只是啥呀？我，只是现在的你被限制住了，没法用出全部力量。啊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能量输出的问题。打个比喻，这是之前的你，里头的水代表你的能量，每次战斗能量就会像这样流出，为你的招式供能。现在的你能量是多了，可虎口还是没变，所以你才只能打出和之前差不多的力量。不是，我哪来的虎口？这是比喻。哎呀，总之就是你需要一把能发挥你全部力量的新武器。新武器？对，我提供数据，由九弯号负责制造。算算时间，应该也差不多。有九弯号的消息。小渣，你的新武器来了。啊？这是？这是流言积木，为了不被发现，我们都是这样联络。小雪，阿柱，玲玲，小渣哥哥，我们要加入昆仑了。对，多亏留在了九弯号，我们这次才能帮上你的忙。结合昆仑最新技术，用我们九弯号全员制造，能彻底激发风神积木力量，打败所有敌人的超热能光炮。小渣，这就是你的新武器，九龙神火炮。九龙神火炮？对，它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必杀技，也是打败恶龙人的王牌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能百分百发挥出来。我说杨天，你这是在嫉妒我吧？嗯，嫉妒嫉妒。认真看，现在是凌晨四点，我们正在进行最后测试。小渣哥哥，赶紧来九弯号吧！我们所有人的希望，九龙神火炮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有入侵者。啊，得赶紧发出流言。放心，李小渣，在你到达前我们一定会。阿忠，这是三小时前的流言，就算遭遇大部队，九弯号也有一战之力，还来得及。快过去。这下真的麻烦了，情况怎么样了？这附近没有生命反应，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那赶紧到别的地方找啊！这左边通往上层的医疗区，右边是下层实验场，保持联络。为了避免最坏情况，我得做好准备。在哪里？阿忠、小雪、玲玲，你们到底在哪里啊？怎么回事？这，啊，有什么东西在那边？
来了吗？下生物。奇怪，已经到了医疗区，怎么还是没人？啊！老早就被解决，还被我这恶龙第一科学家改造成了生物傀儡。江鱼，他们已经没有生命反应，之所以还能动，只是因为那头盔在强行操控。对不起，喂，就是你这家伙把九湾号破坏成这样的。下等生物，谁允许你说话了？当然是他。什么？这就是你的力量？水能爆散，又来一只。杨天，杨天，怎么样？找到大家了吗？这，放心，大家早就轻松撤离了。江鱼，啊，太好了！这下我就能全力收拾那家伙了。别大意，那是星猴北龙王的弟弟，一人之力灭绝数个族群的怪物，黑龙虫柄。来，当好你们的小丑，让我开心一下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银弹，哼，愚蠢！啊，太慢了！啊，杨天，可恶！烽火战轮，嘿，哼，这才叫火！住手！嗯。要不是哥哥的命令，就凭你们，根本不配让我出手。给我从这地表消失！全功率，大神鞭！江鱼。要解决这麻烦，只能拼了！杨天，元素充能，三尖两刃炮，趁现在，小张，把岩枪去吧！成功了吗？区区虫子也敢放肆！啊！我已经腻了。小心！江鱼，江鱼！
这是玲玲的项链，这是妈妈留给我的，我绝对不会把它弄丢的。大家早就轻松撤离了。吵死了！重兵！林校长，虫子就该被碾碎。你是？还不错。喂，你这家伙，竟敢对我家小弟动手！风雷战旗。降风衣。以后再收拾你。下等生，别以为逃得掉。